站进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庄德福，这次要来分享的是虾仁蛋炒饭。这是一道有虾仁、有菜、营养均衡的虾仁蛋炒饭。那就开火。首先，热锅，油进来。虾仁进来，蒜末进来，先把虾仁煸熟，因为等一下炒饭的时候速度很快，所以怕虾仁还没熟，饭就已经炒了，所以虾仁要先煸过煸焦。好，虾仁盛出来，好，再一次把锅子烧热，油进来，鸡蛋进来，先把鸡蛋炒香，洋葱跟葱一进来，蛋进来，酱油进来。之后虾仁进来，青菜下来，好，起火，来。这样就完成了超美味的虾仁蛋炒饭。